就在方才，浩轩率领数万天兵天将，将鬼灵团团包围。什么？那浩轩还放话出来，让鬼灵立刻交出帝君，否则就要踏平鬼灵。怎么来的这么快？即便已练成妖，往这里，但是现在下不见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浩轩是冲着我来的，我不能连累鬼灵。帝君，你不能去。 楚歌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即便是天兵压境又如何呀？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你去独自面对了。等我们解决完之后，我再放你出来。锦罗、锦莲，你们，我们摩罗神族。 任凭您差遣，带兵迎战。是。楚空，浩轩要抓的人是我，我不能这么逃避，让你们受我牵连，遭此劫难啊！那你也别忘了，我可是天界战神，更是他一母同胞的兄弟。 我就应该阻止他再犯下大错。可是，好了，你元神尚未恢复，即便是出去了，也帮不上什么大忙。安心待在这里，等我回来。楚空，楚空，老王，楚空，不，仙君，请允许鬼灵妖族随您出战。 既然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便应该明白，此事与妖族诸位无关。妖族不许趟这趟浑水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那浩轩来者不善，就算鬼灵妖族全都躲起来，也不能置身于世外。倒不如随您出战，兴许还有一条活路。